子，刚刚拿了一个快递啊，特别重，这个应该是我同学的老婆给甜甜寄的书，因为她前几天就给我说了的啊，我以为很少，结果这么大一箱，这个看起来它不大，但是特别重，我估计有二三十斤呢，好重啊。刚回去看看有什么书啊，他说甜甜马上上一年级了，因为他的小孩比我们甜甜大2岁嘛，他说这些他是他选出来的，让甜甜看一下学习一下啊。好重呀，我要称一下这里有多重，我估计这个耳机会差不多将近20斤，17斤。我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些什么书啊，之前我们朋友同学他的这个小孩下来啊，在我们这里玩，感觉他特别能干啊。我来看一下他平时学的什么书，来找个尖的。看一下优秀的小朋友平时都是看些什么书，一个房间，哦，哎呦，还是英语书，怎么全是英语，我都不认识。我要把那个放到这里整理一下，甜甜看到这些书肯定特别高兴，好好给他整理一下，这个是故事书，这个是课外书，中华童谣指导手册，哎，他们学的这些跟我们这边学的都不一样啊，还有三字经这些，哇，好多呀！基本上我发现了，基本上一大部分都是英语，我们都不认识，怎么办？哇，好多，还有很多那种睡前故事啊，这些真的是太有心了。这些全是他都是看过的，然后整理的好好的，这些。哎呀，全是音乐浪板，宝宝，这个全是音乐。看，看这些，我们都是学过这些东西，说实话。是不是要从小培养？这全是他的课外书籍。他好厉害呀！这个二辈子只交给他姑爷，喊他辅导的。这个哦，对。我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的啊。这个只有找他姑姑还有他姑爷了啊。中文的可以给他读，陪到他读；这些英语的哪里来给他陪他读啊？行，哇，还那么厚的，哇，又是英语，龙哥。哎，可惜甜甜没在啊、哦！甜甜在的话，看到肯定特别高兴。真的是谢谢我同学的老婆了，她真的太有心了。像这么多书，我们去买也要花好多钱。而且他的书保存的都特别好啊，而且也比较广泛，三字经呀、故事书，就是，小学一年级基本上的那些英语啊，这些什么都有啊，要看好久了他，真的想要学习好，要多看书，以后我也要陪着他读书了，真的太谢谢他了。Okay.